大家好，听我来讲巾帼英雄的故事。邱钟慧是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，中国第一个女子世界冠军获得者。1935年，邱钟慧出生在云南，从小活泼好动，爱跑爱跳，一点儿不像个女孩子。她在学校里更是运动场上的活跃分子，除了打乒乓球，她爱上排球、篮球、田径和体操。初到昆明女一中，便代表学校参加了全市中学生运动会，竟获得了女子组100米短跑亚军和跳远第三名。而且她担任主力的排球队还夺得了金牌。从这些成绩来看，她完全具备一名优秀运动员的潜质。1952年冬天，17岁的她在第一届全国乒乓球赛中代表云南参赛，取得了西南区第一名的好成绩。由于她年龄小，风格好，拼劲儿足，敢进攻，不畏强手，因此被大会评为候补国手，并参加了赛后的集训。1953年，邱钟慧被正式调到北京，加入了国家队。当时啊，乒乓球在中国只是个刚刚起步的运动，虽然已是国家队队员，他的专业训练却是在篮球场边开始的。那时在邱钟慧的心里，升国旗、奏国歌是最崇高的理想。怀抱这样的理想，他开始了艰苦的训练。进入国家队后2年，就获得了全国女子单打冠军。之后作为中国队主力队员，多次参加国际比赛，并在第25届世乒赛中获得女子单打和双打第三名，拥有了问鼎世界冠军的实力。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，女子单打决赛在邱钟慧与匈牙利选手高基安之间展开。决胜局在0-4落后的不利局面下，邱钟慧毫不气馁，沉着地运用长攻短调、声东击西的战术，将比分追上，并最终以21-19的比分夺得了女子单打的世界冠军。这场胜利意义重大，不仅诞生了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位女子世界冠军，更结束了国际乒坛一直被欧洲和日本选手垄断女子单打冠军的历史。即盖斯特杯上第一次刻上了中国姑娘的名字，也从此开启了中国女子乒乓球辉煌的大门。1963年，邱钟慧结束运动员生活，先后担任北京队和国家队的教练。提升。1989年，作为中国乒乓球界的科研代表，邱钟慧在第一届世界乒乓球科学代表大会上，用英语做了题为《在乒乓球技术战术中正确运用心理生理学理论和方法》的报告，赢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。
第二天进早餐时，邱中会遇上时任国际乒联主席狄村先生。狄村大赞邱中会的英语讲得好。当他得知邱中会的英语主要是靠自学的时候，惊叹不已。晚年的邱中会依然对乒乓球恋恋不舍，搜集世界各国乒乓球技术发展的资料，骑着自行车到中小学校园给孩子们讲课示范等等。他的一生始终和乒乓球事业连在一起。